今天是2月2日，龙抬头了。我用长锋的羊毫书写8尺的对开草书，虎啸龙吟。虎字入笔时的飞白，是使用长锋羊毫笔书写才会有偶得之笔。长拖笔后，龙字的草法结构，第一点可酣畅淋漓的落笔，然后是大圆转笔才体现的飞动。从通篇章法考虑，吟字以用相对稳重厚重的笔画收底，草书作品更需心物万从，性情归一，而后成书啊。